可以开始了。不要杀我，我爸会交赎金的，我求你不要杀我。弟弟，是我。姐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是爸让你来交赎金救我的吗？没错，交赎金的人是我，绑架你的人也是我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是你？爹，你是最疼我的，你不会这样对我的。我是你亲弟弟，一起长大的亲弟弟。姐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叫我姐！我最讨厌你这副嘴脸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每次求救，爸都会选择牺牲我，还是选择把所有一切留给你？凭什么？我比你优秀。对不起，你又输了。